好，今天呢，我要教各位如何正确的安装这个 3D 列印的手持起落架。好，这前面这两只腿呢，其实没有分左右腿，所以它只要各自套到底之后呢，就完成了。然后套到底之后呢，它照理说是会蛮紧的，所以呢，如果你真的觉得它松掉的话，可以在这边绑一条，各绑一条橡皮筋，它就不会掉下来了。那后面呢，它比较特别一点哦，后面这边有看到两个固定的卡榫，然后先把其中一边扣进去，像我个人呢，都是先扣这边。我是先把这边扣上去之后呢，像这样，我就先把这边扣进去之后呢，再把第二边也扣进来，其实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拆卸也是一样，非常简单哦。拆卸的时候，我们先把这一边先拆掉。那这时候如果你用力错误的话，你可能会不小心把这拆掉了。其实不要紧张，因为这东西本来就是设计是可以拆卸或是替换的，所以就赶快把它拔下来。有没有看到这边前面这边比较长，这边比较短？你只要把长的这一端呢朝着镜头的部分前端先放进去，然后再把后面这样子压进去，其实这样就非常紧了，它本来就是设计可以替换的。然后前面呢就是一样直接拔起来就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。谢谢。